接下来就要告诉您，在什么样的时间、什么样地点都可以做一些的运动，能够帮助你能够适时的减重，那达到你的健康。那接下来就要请守正跟小贤，然后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场景是我在篮球场最讨厌看到的场景。我只要一看到像这样的人，我就觉得这场球怎么打得过他？ Okay, 好，来，守正。好，我今天要教大家就是一些徒手的，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器材，在家里就可以。器材只有一个啊，抱歉，是一个瑜伽垫。嗯，尽量避免你的膝关节或者你的肘关节啊，直接去碰触到地板哦。我们今天要教上肢、下肢跟核心这三个，基本上你全身动作都做得到。嗯，好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是做一个所有的训练都一定会做的推，哦，就是俯卧撑身。嗯，那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做跪姿的哦。嗯，俯卧撑身它主要需要的肌群是你的胸大肌，还有你的三头肌。我们一开始先趴在垫子上面，哎，小小兵。来185的，一起，我们一起先趴着，好，位置很重要哦。你的大拇指呢，对好你的胸线，胸线就是你胸部点的位置，嗯。然后呢，手的位置是肩宽1.5倍，手指头都朝前，两个脚膝盖呢交叉，哦，屈膝，把你的身体先撑起来。做的时候呢，收你的肚子，你的核心一定要收好，屁股夹紧，收肚子，对，肩膀往后收，手肘稍微内收一点点，手肘不要外展哦，你外展就练到你的肩膀了。我们现在是做胸嘛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当你可以接受范围停住以后呢，再用你胸的力量推起来，哦，推上来之后注意你的手肘的位置哦，肘关节伸直就好，不要这样锁死，嗯 ，OK 哦，再看一次标准动作往下，好，肩膀往后收，再推起来。好，这是标准动作，可是很多人呢，会做成这样子。第一个只有上半身下，屁股并没有，你的骨盆没有往下。第二个，有的会做成这样，这样不好看了哈。有些人就变成是这样子，下来以后这样子又再上来。其实你整个下背好容易受伤，腰会不舒服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最好可以有镜子或是有教练两个人互相帮你看，会比较安全。好，进阶的动作呢，一般人如果是男生，你想要做进阶就变成直膝的。两个脚跟你的骨盆一样宽，一样撑起来，肚子收好，屁股夹紧，好，下，上，哇哦，下，上，好，每一个动作你可以看自己的状况，你可以做个12下到15下，然后休息个大概30秒到1分钟之后呢，做3个循环，好，这是胸上半身的部分，好，下一个动作下肢，下肢很重要。哦，我们身体啊，70%的肌肉都在你的下半身。我们今天做单脚的弓箭步，来，好，我们等下右脚在前。左脚在后，可是呢，你要注意两个角度很重要。第一个是你前脚的脚尖，第二个你后脚的脚尖一定要朝前。注意看我后脚，有些人会变成这样子，那你的膝关节的角度就跑掉了。所以尽量朝前，你的脚尖朝前，基本上你膝盖就会朝前了。把你的后脚脚跟踮起来，脚掌去抓地板，双手举起来，肩膀往下，不要耸肩或驼背，收你的小腹肚子收好之后呢，骨盆直上直下，后脚膝盖快要碰到地板的时候呢，再上来 ，hold 住。前脚膝盖伸直就好，也是一样，膝盖不要往后锁死哦。你可以反复做个大概30秒，然后呢换脚再做30秒，也是休息30秒到1分钟，再做3组。我们弓箭步主要训练的肌群是你的股四头，你的大腿后侧的腿后腱，还有你的臀大肌。OK， 好。来，小兵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是刚才守正特别讲的是一个人，对，只要有一个瑜伽垫就可以这样做，可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像夫妻啦、情侣啊，或是两个人朋友之间，大家可以做的，可以。来，小杰。好，通常女生都很在意胸型，对，胸型要对抗地心引力嘛，所以女生也要练胸。那你可以请你的另一半、partner 或好朋友两个人呢，互相做一点阻力，然后来练一下胸大肌。好，而且我们今天训练的部分呢，小云刚刚讲，你要对抗地心引力，你的胸呢要怎么样去集中很重要。我们做的时候呢，两个人面对面，如果现在是我要给对方阻力的话呢，那我就稍微弓箭步，重心低一点点，两个手靠近胸口。在做的这个呢，也是弓箭步，但是他的肩膀呢要后收，你的肩膀都不要往前。手肘尽量伸直，手掌对手掌可以握拳比较好施力，然后呢用在两个手腕的位置扣住。这个人给阻力的时候是你是要往外打开，这个呢是要往内夹，就用到你的胸大肌夹了。来 ，Go， 好，扣住，还要喊出声就对了。对，那通常有用力啊，对，有用力。通常这个东西你可以大概夹个大概15秒或20秒就好了，然后再换人。可是换人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像我是男生，我可能比较有力，所以我不要故意把它撑开，这样它容易受伤。所以很小心，你给对方阻力啊，只要有感受就好了，不要让对方受伤。OK， 对，好，这个就是在练包括胸大肌这些。那还有其他吗？接下来我们要练腿后，因为女生都希望有修长的腿，尤其穿高跟鞋、短裤，夏天到了嘛，要露腿啊，怎么样让你的腿是很匀称修长的？腿后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一开始呢就先趴着，
好，坐的时候呢，两个手呢，你就可以放在下巴这边哦，尽量避免让你的屁股抬起来。我们也是做单脚而已哦。我们先做右脚的情况下呢，我给阻力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毛巾或是用手都可以。那你要去感受它大腿后侧用力的方式。它如果力量不够，你就不要给太大，不然它一样拉上来怕受伤。你只要给它一点点阻力就可以了。好，来下。嘿，哇！对，哦，一定要这样子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他很大力。对，因为小杰他力量够才敢这样。对 ，OK。对，那我们这个部分主要是训练到你的大腿后侧、腿后腱的位置，而且你训练前的热身很重要。嗯，主要训练完的伸展恢复更重要。OK， 谢谢守正，谢谢。谢谢。